其实我不太敢看节目，你知道吗？我看了前面几集，我现在看了三期、四期吧，我都看了，我自己都讨厌自己，因为我觉得，这个人讲话为什么要这样讲啊？我们都是在台上的人，你哪一天如果发生这样的状况，你能想象吗？如果是我，我可能会因为这一次的表演，我就放弃了这个行业，放弃了我最热爱的事情。没有任何一次松懈、松散、失败、失误的机会。就当下我会这样子觉得我自己，你会不会真的太凶了，还是怎么样？但是我也不是刻意在凶，你知道吗？我就是当下真的是，我觉得我有个责任心，我责任心又特别重，我都怕看到我那一段，然后每次看到我都觉得，这个人讲话是不是太刻薄了一点？你又说我是那个善于批评的人啊、哦？我听到这个答案，其实我真的不想啊，我不想要做一个这样子的人。我觉得只跟我在一起的人就会特别痛。这就是原创，我自己还是反省了一下自己，就是，